台上说话时，镜中像语音。百岁长久地，群魔护千年。天花善法语，法古正明神。诸天更善哉，金童无妖请。眼前八霞光，照一归一心。朝花大华高，意识五云深，急急如律令啊。今天洪师父洪禅师要来谈灵修灵旨啊。在字面上的意义是说，现代人一直透过灵性的修行啊，然后因为接触到神佛，接触到上等的灵神啊，接触到母娘，然后找到了心灵的契合，找到了心灵更高层次的方位啊。啊，我们获得了灵的喜悦啊，啊，这时候啊，那个神啊，或说母娘啊，啊，或说诸天神佛啊，就会跟弟子说啊。然后这个跟弟子说也是一种感觉上的事情，感应上的事情啊，就是神会给弟子啦，给我们灵修的弟子啊一个指令啊。那这个指令呢，灵修的弟子啊，就必须要去领旨哈，领受哈神的指令了哈。那领受神的指令以后呢，这个灵修的弟子嘞，有就要啊，从此以后啊，行侠仗义哈。说行侠仗义，是比较有一点哈趣味而已的哈，从此以后哈，就是收敛了哈，从此以后即是普渡了啊，类似这样子了啊，这样子叫做灵修灵旨了，我们知道了以后，我们。就开始以后做很多利益众生的事情啊。然后呢，我今天为什么会谈这个题目呢，就因为就是有师姐跟我讲，有资深的师姐跟我讲啊，她说我不要，因为灵修了以后要做很多事情啊。第一个理由是说要做很多事情，做不完啊，变成了您哈，是神的代言人哈，变成了您是神的一个执行者。所以你必须要做神要做的事情，那你一个平凡人啊，还要做一个神的事情哈，何况你这个平凡人又不是很有能力的事情哈，要做那么多的事情哈，像耶稣这样子哈，为众生而死啊，钉在十字架。为众生而死，像
佛陀一样，释迦牟尼佛一样，众生哈，解救众生哈，还有也像弘禅师一样哈，像我了哈，一直以收言救世为己任。这师姐说我不要，太苦了啊，自己都做不好了还做那么多事情。并且啊，师姐又说了，不只是如此啊，领旨了以后还要担负别人的罪业啊，因为我们去救人啊，我们去普度众生啊，那以众生的职责哈，为自己的志业啊，将众生的生死，将众生的好坏，看作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啊，所以我们担了众生的业，担了这么多的重担啊，那怎么办呢？啊，又不是自己一个人很有能力啦，啊，还要担众生的业啊，吓死了！啊，他说啊，有道长这么说，有出家众这么说的，太多的人跟他讲说要领旨了啊，啊，他吓死了！啊，不仅是如此哦。还有更多更多修行的一个师兄师姐，修行到了一个瓶颈，跟资深的公主，跟资深的住持，跟资深的师兄师姐啊，在言谈之中啊，知道自己在生活上、生命上的瓶颈呢？那这些比较修久的人呢、啊，就说：“哎呀，你就是没有灵旨啊，啊，你就是啊，那个没有修了啊，没有走上修行的道路，修行灵旨的道路啊，所以今天才会这么坎坷了啊。”但是啊，每个人，大家的师兄师姐啊，一听到灵修灵旨啊，就吓得魂飞魄散啊，想说，哎呦，生活上都不好了，还有办法能够为神做事啊，想说哈，享福气都不够了啊。哎呀，还要去做一些布施的工作了。刚开始这些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师兄师姐说，我不要，我不要灵旨没有灵旨就没事嘛，是不是这个是弘禅师要说的第一段的言语呀、等一下再来听听弘禅师说第二段哈、灵修灵旨的真正目的与用意好好的来思考哈。那个人生的问题啊，那弘师傅说哈、这个生命哈、事实上是一个循环也就是一个轮回了那这个世界呢，是由
很多 很多的循环，很多很多的轮回所组成的啊，每天啊，太阳升起，日出日落，每年春夏秋冬，那事实上世界是简单的哈，一直在循环循环啊，生命、动物、植物花开花谢，而我们的人生呢，生生灭灭啊，一直在循环呢、啊。这个就是，生命当中啊的一个循环的城市啊，啊，就好像是所谓的那个我们电脑上的那个战斗游戏啊，我们人在这里面。是一个角色，然后一直一直的战斗战斗，直到过关，过关又升级了，一直战斗，然后又要拼过关，一直过关一直过关啊，直到有一天啊，这个生命的程式就已经设定好了啊。洪师傅的名言一直在说，生命总是一次又一次的重来啊，死了，然后又生灭，又生灭，又再一次的生灭，直到你过关了啊，你这一次修的，您还是停留在脚步上，您还在吃喝玩乐，还在风花雪月。没有觉悟，生命生灭了，下一次来又是经历了这么样的固定的考验，原因是要让你透彻，要让你了解生命的本质啊，是这么样的一个循环啊。所以说直到我们过关了啊，直到我们过关了啊，这个游戏的程式才会结束啊。2500年前释迦牟尼佛就说了一个重要的事情，这个重要的事情我们知道，修行啊，苦集灭道啊，从受苦了解去受苦啊，这个 understanding 很重要啊，了解受苦。后来集中精神的意识啊，知道受苦的本质啦，人生受苦的本质。然后在内心里面所有的有形无形，有形的世界以及无形的思考领域 事实上这个都是灭空的啊，能够了解穿透时空的要件啊，灭空无啊，才能够达到成道了啊，才能够进入道行了啊，这个叫苦集灭道。但释迦牟尼佛说了，谈何容易啊，有所谓的声闻缘觉了每个神灵仙道在修的声闻缘觉了啊，听到了别人怎么说，那我照别人的想法啊，
帮他取决好处，这个是声听的，用听来的。哎，我也可以成就道行啊，啊，也可以成道了啊，啊，闻啊，我多方的啊啊，广泛的采纳各方的意见啊，啊，不仅是这个，还有那一个。很广泛的去感触修行啊，啊，哎，我也可以成道啊。缘那是因为触动了我心灵上啊的一个缘分啊，啊，在所谓的因果业障循环里面呢，啊，我修的够久了，啊，我因缘成熟了，哎，我也可以得到，啊，声闻缘觉，比如说我悟性好了，我非常的灵巧聪明了，啊，就像六指慧能一样啊，明心见性，啊，菩提本非是，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很容易的，很容易的，我先知先解，感觉到啊，人生这读那么多书，这求那么多学问都一样，明心见性就好，也不用读书，直接觉知就好了，高低呀，啊，直接觉知就好。事实上，有很多的，台湾的老前辈哈，没有读过书的哈，前辈，哈，师姐、师兄哈，都有这个本分啊，不一定要看很多书啊，直接的成就。虽是如此哈，不仅是释迦牟尼佛说，洪师父也说了，这没有达到究竟的目的啊，要成道哪有那么容易呢，声闻缘觉这些都是只有自己的修行啊，你只有自己的修行，您就想要成了一个道啊，那是你个人的道哎。那我洪师傅刚刚说的啊，人生世界上就好像是一个战斗游戏的城市啊，那你还没破关呢，你只不过是把自己建立好防御好以后啊，你防御好了，你还是在这个生命城市里面，每天还是日出日落啊，你说你能够跳出三界之外吗？除非要有真正菩萨佛陀的修行。什么叫菩萨？救苦救难的菩萨嘛，是不是啊，要能够起慈悲心啊，要能够啊普度周缘啊，对不对啊，要能够帮助世人啊，是不是啊，要能够发光发热啊，师姐说发光发热这太严重了吧，我把热发出去了以后，我剩下的业障变成我来担待了。洪师说不会啦，因为我们发光发热，我们更强啊，我们力量，我们能量源源不绝。但是说为什么能量源源不绝呢？因为身边周遭的一个赞叹声，赞美声，
的一个为了神工作的能够帮忙人的那份心情啊，这个东西心情是愉悦的啊。像我洪师傅到了印尼，到了马来西亚把活菩萨把母娘请过去开光啊，甚至于在马来西亚济公佛佛堂就是帮助人啊。为的是什么呢？大老远的飞机不用钱吗？为的是什么呢？那是因为有坚强的理念这个是救世的理念普度收缘的理念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去哪里当洪师傅能量力量更强的时候，还要到更远的地方去救度更多的人母娘、济公师傅、佛、菩萨以及诸神、诸天神佛众天的神佛，我们道明的神仙，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广传。好了，这个广传叫做佛道双修了。要走这样长远的路，那就是救世嘛。你说我一个人但是洪师傅的渗透的力量这个渗透的力量是思考、想法渗透的力量、感应的力量感动的力量这些力量集合起来现在是一个人对应70亿的人要一个人要救70亿的人这个太难但是一个人的感应可以号召可以传道变成千万人，千万人还不够，变成一亿，一亿来救70亿，慢慢的不只是一亿好几亿来救这个世界上让世界改观世界的问题是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我们私心发生在我们心肝都已经黑了只为钱。那事实上权势欲望这些东西都是都是我们想要但是却是带不回去的，那是一个错误那是一个错误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观念改变甚至于复古生态复古生态很重要我们的河川、我们的空气、我们的物资受到了化学性物质的污染变坏了，变坏了那导因是人心人心不古嘛，导因是人心的私心是不是那这些我们今天不做，我们这个地球渐渐的衰败，渐渐的灭没渐渐的走入最后一个死劫没有人有办法救大家说什么你自己去弄我还是在赚钱但是我们这个世界
变成了啊万劫不复啊啊啊物质的恶化，生态的转变，极端的气候啊，天灾人祸啊，这些都要从我们人一颗善的心啊去转变的啊。灵性、灵魂、母娘的教育啊，以及佛陀的教育，是世界大同与和平的啊，各个宗教啊的一个融合啊，啊，不区分彼此，你我啊啊，走上了国际化啊的道路啊，才有办法去弘扬啊母娘啊，护骨收眼啊，为这个地球好，为人类好，为万事开太平啊。有一句话就是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我们道的理念啊，也有它非常纯洁的高超的想法呢，只不过是现实的经济社会啊，资本主义的社会埋没了，消灭了啊，我们必须要啊在道德重整了啊，再重新振奋啊，这些东西啊一定可以成功啊，相信红禅师有机会跟红禅师一起努力。感恩，谢谢，再见。